这不好看吗？裙子吗？我可能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细，哥。你看这个，这是裙子吗？不是，这就系在外牛仔裤外面的。这是波西米苏格兰，那种带一点朋克的感觉。太瘦了，真的，他太瘦了。我喜欢就是简单干净的，我这就简单很干净啊。我不喜欢这好乱啊，看起来就像那个反面过来就是尾鱼裙。哎哥，几斤龙小龙虾？十三香吗？好好好，椒盐二十三香，还有招牌的特辣的吗？好哥，马上来。太直接了你啊，你给你买的就很复杂。不复杂。真的很复杂，很复杂。这个呢？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呢？而且还是黑色的。其实我喜欢颜色浅一点的，是不是好看一点呀？退了退了退了，都退了，走。我在说他。这不能这么穿，这一般都是穿着比较那什么一点点。不是那样正正规规穿的。我喜欢正正规规的，有的时候。可以开始改变了。因为这种都显得好臃肿，就是我喜欢那种穿起来显瘦的那种东西，所以我就是要求自己的品牌以后一定要显瘦，一定要显瘦。现在的衣服都看起来略臃肿，感觉不精致，太厚了一些。我想要轻薄的，穿着显瘦的。我们俩对时尚的理解是不同的。我觉得我说到很多人的心声。